来玩这个游戏《英雄联盟》仿制 PVP 训练，竟然能取《英雄联盟》，究竟有多好玩呢？打打打！看着他们打，我也偷着乐的。这是要干嘛？强化攻击力，再来，强化生命值，强化暴击，完成训练，都点一点啦，立即完成。我有那么多钻石，怎么消耗11钻什么鬼的？来啦，挖下去啦，吹了哟！看我点到 max 嘞，看到没有？上方我那个钻石，有如排江倒海的开始扣，一直往下扣了，都不用抽了。我点到那么多 max， 还有越来越贵了，不能再点了，不能再点了，再点就没得抽了啊！这种类型游戏我就是要抽到破产才有那个意义啊！哦，开始，那个颜色是很强的吗？感觉是很弱的，那么好中。去广告240元。看广告有10000的钻石哦。好啦，就这样啊。英雄更换。哦，总共有5个职业啦。然后你可以把刚刚抽的陆续更换了，绿色反而是第三阶哦，是比较强的。啊，都点一下吧。黑暗法师，好啦，跟一般的放置养成是不太一样的啦啊。它排版就是直接五个职业出来的，然后你在抽的时候就是五个职业都抽得到。biu biu biu biu， 被打爆了。是副本吗？强化英雄被动技，强化攻击力，强化生命值，抽武器，武器应该也是五位英雄的职业都抽得到吧。他抽什么？召唤师技能。哦，有技能哦。好啦，那我先不要浪费钻石了。现在我现在打已经陷入苦战了。来换个武器啦。先进设备全自动，自动合成。这个我给他勾选了以后，他会自动帮我装备吗？也会。他会帮我装吗？好像也不会啊。会，它自动帮我装了啦。好啦，这样子就比较方便一点啦。挑战死亡霸主，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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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拍几下我就挂啦，他拍几下我就挂了。强化武器，突破极限挑战。秒杀，第二阶，继续挑战。好啦，还有什么任务啊？20年胜，我现在17胜，他就这样一关一关打，然后有一点像竞技场这样子哦，难怪他叫放置 PVP。要打玩家吗？召唤师技能，再抽，抽一些比较强的出来好吗？好烂哦，哇，都是这个颜色的，破产了啊！我抽到，这感觉是比较强的哦，颜色是不一样的。技能，我就是没有技能。所以才被打爆。
遗嘱哦，好烂哦，什么技能啊？嫌疑效果，每秒有没有什么漂亮的输出啊？好像没有诶，只有第一个这个技能好像可以，好啦，雷电了。 整体哦，一般般的，我觉得普普通通。哇，这是打七分的，是不是啊？都打不过啊！强化技能召唤，我打到青铜山去了。他排位就是这样子打上去的，对不对？ 拉个人，来，生命也顺便拉一下，可以拉到几百啊，难怪那么难打。你看我输出可以拉到五百六十五，哎，哇，初试免费，还算可以哦，一个小时，初试免费啊。查看这是排位，最高段什么？挑战者一二三四五，大宗师。 我从青铜慢慢爬。哎，蓝色的英雄，我抽到蓝色的英雄，各位，我抽到了蓝色的英雄。都点个装备吧。好了，这样。 其实他钻石给的蛮多的，他不知道给我钻石哎。更新决斗的名单，我目前排名154米了。挑战。啊，这打玩家了。对了，游戏名称那不能创中文的，所以你看我都乱打英文。 打赢了，我的排名变高了，<笑>都绿色，有比较强的吗？啊，又一个蓝的，总算又让我抽到一个蓝色，看起来像奶妈，是法师吗？啊，对，法师的职业，装备，开抽。 狂抽欸，他说要让我做100抽，是不是？到底要让我抽几抽啊？抽到没钱了。好啦，那么喜欢的话，我就点到底啦。那么喜欢的话，我就点到底啊！等一下我点英雄啊，点英雄点到破产。哼哼，有没有紫色的啊？哇，破产了！破产来得如此之快。 战士、刺客、射手、法师，好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其实整体玩法就这样啦，就是不断去进行提升而已啊。然后就像打排位这种制度，然后放置养成了。本期影片就玩到这里好了，喜欢的话就下载玩看看，大家拜拜。